请问一下江医师哦，那我们从市场买回来的虾子啊，我们清洗的时候发现说哈，水会变成蓝色的，那请问这是有添加物吗？其实是虾子作为海产里面啊，添加物添加的很过分的一个产物了、啊，因为最主要是台湾没有三无虾母，就是没有三种遗传病的虾母，那个被美国人控制在手上不准输出。那台湾的虾子因为有遗传病的关系，这个虾子呢彼此间会传染一些病毒性的疾病，所以台湾的虾子用料用得很凶，福马林等等的药物，所以在台湾其实吃虾子是相当的风险的一个东西。